边干然后边说嘿嘿，见鬼啦！声音下海里要罗志祥实战打枪线哥，我也是会挑菜，尺度没有上限，嘴巴唇枪实战，绝对会有嘴巴的实战。你说白手起家的部分吗？手口并用，会有合体的动作吗？会。敬请期待，咱们知识性网红陈怡最近缺钱缴房贷，现在还进军成人平台啦。妈妈第一时间知道的反应是非常的支持我进军 Swag， 想看母女动是不是？口味这么重啊！我在 Swag 的直播里面呢，就是会进行多人运动，通常不会只有自己跟自己玩，所以会找其他人一起来陪我玩。想合作的男优。我希望可以跟罗志祥合作。大家都说罗志祥只有空干，我想要约罗志祥一起来实战。我会用什么样的姿势呢？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我全力配合翔翔的需求。翔翔你要怎样我都可以，我的心就是只有翔翔。但是我不排斥跟任何人进行合作，我也不排斥跟鸡排妹合作。我之前骂鸡排妹呢，是因为她要卖她的润滑液，所以她拨开她的屁缝，然后展现她的黑菊。那我只是在讨论他黑局的部分，我从来都没有讲过说鸡排妹搞情色不好，我一直都非常的支持情色这个产业，因为性是人类的需求，所以它就是一个人设翻车的状况。欢迎郭书瑶可以来上我们 Swag 的直播，如果连50000块的管理费都缴不起的话，我们 Swag 可以帮你出管理费，欢迎瑶瑶一起来，沙很大。中线吗？就是也是会挑菜的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？现在可能边然后边说嘿嘿，见鬼啦！心理阴霾好强哦，不然他抓你的奶就说嫂子卖饺子实在好吃哎、欸。你如果跟王世坚上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有在拍恐怖片的感觉？你会觉得下一秒他会拿出一个刀？那凤梨可以哦，凤梨叔叔大家也可以期待，就是或许有机会可以请19.5不含头的凤梨来。那我很容易湿透哎、欸，太湿了，我受不了。你们一直在刺激我，我太敏感，导致我现在有点湿。